Hello，我们又回来啦。周六买健康，这一次我们相隔了三集哈，三个星期。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第一集的周六买健康谈到的胃酸倒流，哇，那个反应这么的好。那我们这三个星期我们一直谈到情绪管理，我们谈到压力，然后我有跟你们分享了几个方法啊，让你去舒压，缓解自己情绪上的紧张。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认真的去看我的 video，可是我也很确信哈，没有多少人认真的去做啦。我本身也了解，现在的人真的是脚步比较繁忙啦哈，连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可以给我们选择的话哈，我们肯定宁愿选择啊躺在床上啊，给人家帮我们按摩，让我们舒展一下筋骨。然后最多不是给他200块钱，当成是犒赏自己咯。有些人可能连按摩的机会跟时间都没有啦。那我先讲一下肌肉紧绷的这些严重性哈。当我们长期处在紧绷的状态的时候啊，最明显的就是肌肉开始变得僵硬。你的肌肉开始变得僵硬的时候，它会压迫到你的经络跟血管，你的血没有办法通，你的气没有办法上。你就会有所谓的肩颈酸痛，有些人压力更大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闭上眼睛还是满脑子的工作，有时半夜还会被吓起来，哦，那个工作我没有做完，所以就会反而更进一步的影响你的睡眠，然后影响到你的健康。那我是不希望你们这样子下去了哈。如果几个月、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你们有一两天的时间，你们可以有这种喘息的机会啊！当你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哈，我敢保证你肯定又是一个更有创意的、更有激情的人，老板跟同事肯定会更喜欢你。那我讲到这里，我要给你们什么惊喜嘞？现在是9月份了哈，我们会有很多 long weekend 长周末，很多人都会去旅行。如果长周末你不去旅行，你也是等到啊人潮走了过后，我才去 book hotel。我们一 check in hotel 一进去，很多都有 bathtub，都有浴缸。我就是要教你们怎样趁着去旅行的时候啊，去利用你们的浴缸做你们的放松身心的 spa。你不用去到 Jordan 的死海。在你的 hotel 里面就可以做，只有你可以享受的死海 Dead Sea Spa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这些死海的盐。那什么是死海啊？因为死海的它的地理位置，它的高度哈、啊、比较矮，所以很多其他海洋的矿物质都会流向死海，所以死海的矿物含量会比较高。所以它也叫做矿物海。当我们身体需要 magnesium 啦、potassium 啦、sodium 啦、sulfate 啦、calcium 啦这些东西，死海里面完全都有。当我们放在浴缸里面放了这些盐哈、啊，躺在里面，就感觉是在做死海的 SPA 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皮肤它自己会选择，它需要从这些死海的盐里面哈、啊。所获取什么样的矿物质，他需要的他就会拿，他不需要的他就会停在外面，就好像吃 buffet 一样，所以相对来讲就很安全。比起你吃好像那种保健药丸呢、啊，你一吃下去身体没有办法反应，它只可以消化，可是通过肌肤吸收，它至少有一个筛选的过程。那死海 SPA，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临床实验哈、啊？像是肌肉放松咯，因为有 magnesium，还有帮助排毒，还有如果你的关节经常会疼痛的话，它也会舒缓。如果你的皮肤有问题的话，它也可以帮助得到。那如果你长期肌肉紧绷，你就会造成肌肉酸痛，那酸痛就是发炎的象征。那肌肉紧绷也会造成睡眠不好啦哈，那我就会推荐你们这款 LifeWave 的 Eon 贴片。
那乙用贴片的用法是这样子哈，你只要把这个贴片贴在颈椎后面哈，它就会 signal 你的身体哈，增加所谓的 anti-inflammatory factors，叫做抗炎因子，就会让你的身体的发炎程度降下来。我这里要强调一次哈，发炎是很好的，发炎是正常的，因为任何组织修复的第一步都是要先发炎。它发炎了过后，它把很多不同的白血球都到了那个地方，它把坏死的细胞全部跟它刮除掉，那好的细胞它才可以过去，才可以组织新的全新的组织。可是长期的发炎 （chronic inflammation） 就不是好的，因为它会阻止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。像如果你有长期酸痛哈，它就是属于一种 chronic inflammation。我就真心建议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试用一下 LifeWave Ion。如果同时间你的睡眠问题也是很大的话，我也建议你用 LifeWave Patches。你要怎么用哈？像可能早上你是贴在颈椎，晚上睡觉前你把它拆出来，贴在自己的第三只眼睛，让它能够为你的脑做一些减压，让你更好的入睡。第三点，如果刚好你的身体有不同的关节啦、肌肉啦，也是有疼痛的感觉的话哈，同样也是用这个 LifeWave Ion， 那你就可以一箭三雕，舒压、睡眠、肌肉关节疼痛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销售环节。那这个海盐的话呢，我会额外包装出来，变成200ml， 刚好是你们一个人用的分量。那你买了这一包过后啊，你一到了 hotel， 你把你的浴缸的水装满到 25%， 我会包装好给你们，你们直接一包倒下去就可以了。25% 的水跟一包我所包装的海盐，就很简单。那我会准备两包给你们哈，所以总共会有两包，一包，然后两包 ，OK， 两包加起来这样子，一个给老公，一个给老婆啦哈，是59块钱，两个是59块钱。那 LifeWave Patches 跟上一次一样哈，配套是6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片，试用装6片是59块钱，59块钱6片 Ion， 59块钱2大包，死海的 SPA。那如果你刚好你两个都想试用的话，刚好你可能有抽得出2天时间去放松，你两个都想用的话，加起来一样是99块钱，那59块、59块加起来99块，运费东马5块钱。OK， 所以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推荐给你们的东西。像我们今天的销售报告就做到这边，我就在家等你们的信息，等你们的回复，看你们要买哪一款的产品。那上一批货我相信几乎每一个顾客你们都收到了那批货，相信你们应该蛮开心的哈哈，不然的话不可能58%的人你们都会再次订购。所以很谢谢你们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，周六买健康，希望周六买健康这个频道哈，可以变成一个讲求诚信的保健平台。那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都尽量选择透明一点，那做得到的我跟你讲，我做不到的我也会跟你说。那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即将来临的长周末啦，然后马来西亚